看出来这个进口红面和国产红面的区别，至少多花了钱就是看着不一样。现在呢，好像这个头只要红一点的就小种小种的叫着，价格不高于两三千都对不起他这个说法，大家真的得小心啊。国内呢，其实早就没有严格的进口国产红面这一说了。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有在直播间听商家说漏嘴，说就是头明显红的就叫进口了，刚出壳这个头色比别的看起来浅一点的就叫小种红面，真的全凭商家一张嘴啊。那我的红面呢，其实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国产红面，2019年130块购入。我不觉得它难看，从小养大对它已经有了感情，我很喜欢它，虽然性格内向胆小，跟我互动比较少，但它带给我的陪伴和治愈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它与现在3800的红面有区别吗？有也没有，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了。如果你只是一时冲动无意看到红面的视频，觉得这龟真好看，头是红色的，然后就马上想拥有，到处问在哪儿买，找商家一问，原来呢这品种必须头越红越好，不红不值钱，不红你都拿不出手，红透了还没有纹路那就是极品，然后给你个报价3000-4000，那我劝你真的真的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极品品相花了比普通龟高数倍的价格，更何况这是一只生命，买回来能不能养活养好还不知道，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呢。咱啊先冷静冷静，先不要当冤大头把钱白白给奸商送上门了，好好想想你是真的喜欢这个品种的龟，还是为了跟风炫耀，还是仅仅觉得别人说好就是好。话糙理不糙啊，我是真的想劝大家理性消费，因为你看到的我的那些漂亮的龟也都是我经过几各种先天不足或者后天的意外，被人当作次品低价买卖，但他们仍是独一无二的小生命。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啦，希望大家对买龟这件事儿多一份理性，切莫攀比炫耀。那养龟养龟，养才是关键，不用一味追求极品被奸商带了节奏。不是蛋龟、通货龟、非全品的龟，同样值得被爱，一样可以养得开心啊。也祝福每一位养龟人都能享受养龟这件事儿，从中获得陪伴与成长的喜悦。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